虽然她比我大5个月，但她貌似还挺享受别人说我比她大。今天是大金姐姐的保养餐，今日伙食香煎三文鱼和燕窝牛油果。腌一下三文鱼，先把鱼刺拔掉。哇，好酥！撒一小撮盐、胡椒，翻面继续。给大金姐姐制作养颜餐，先把鲜炖燕窝隔水加热，牛油果沿中间切开，然后一掰，掰，好酥糊。再用勺子把果肉挖出来，一半切丁，再装回牛油果里，再把加热的燕窝放进去，开始煎三文鱼。大块黄油，黄油融化后放入2勺蜂蜜，放入洋葱丁、蒜末，挤上柠檬汁，猛男挤柠檬。再把三文鱼倒放进去，放入芦笋、几根百里香，盖上盖子，中小火煎。好香，百里香真的，简直就是百里香。那是什么话？屁话，番茄面。我是小金，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。夏天还是得吃冷面和锅包肉。老板娘为了这一顿自己停了10多天的雪糕。今日伙食锅包肉配冷面，真是个自律的吃货呀。200克里脊肉片，姜葱片，1小勺盐，搅匀备用。是非牛顿流体，土豆淀粉，加水搅拌均匀，比例不重要，静静等待。5分钟后上面的水倒掉，加2圈食用油，非牛顿流体出现。给肉片上一下姜，5-6成油温下锅，定型后捞出来，6-7成油温复炸半分钟备用。煮一下冷面，冲一下冷水，兑一下冷面汤。为啥不自己做呢？看一下我置顶视频就知道了，巨复杂。切一些配菜，装盘，拿着一面。6月18号晚上6点，金金铺子开业直播，欢迎光临。围道锅包肉，15毫升料勺为准，2勺白糖，2勺白醋，1小勺盐，汤汁粘稠后，姜葱、胡萝卜丝、猪肉迅速翻炒均匀。我是小金，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。感谢老铁，有位铁粉推荐让我给老板娘做3只焖锅，老板娘的第一反应是哪3只？你我小小金。今日伙食，金金家的3只焖锅，你的菜比又多了一道哦。虾处理好，再跟开花刀的鸡翅一起腌一下。这是佛跳墙剩下的扇贝，料酒2圈生抽，多一些白胡椒粉，搅拌均匀入味。5毫升料勺为准，1/2勺盐，2勺辣椒面，揉拌均匀，开始调焖汁。15毫升料勺为准，2勺料酒，1勺生抽，1勺蚝油，1勺番茄酱，2勺甜面酱，1勺白糖，1勺淀粉，搅拌均匀。嗯，好下饭的味道。开始炒菜，多烧油，炒一下蒜末，再把5颜6色的配菜放进去，把火调到中小火，摆上鸡翅和虾，加1小碗水，盖上盖子焖20分钟，浇上酱汁，再焖8分钟。我是小金，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。可以开金姐姐3只焖锅。